赚钱让他。长大后有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运动员或者专业？我想在奥运会当冠军。在未来的五年里面，我们有计划在中国的前30个城市拓展我们的直营门店。在未来的五年里面，我们的门店和机器数可能会达到门店会达到300个以上，我们的机器数可能会达到1000以上。